一般零售同雜貨的銷售數據，上分別下跌0.4%和0.2%。省份計算，紐芬士力省的銷售數據升幅最多，達到3.2%。但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同加省，上分別下跌0.9%和0.2%。微軟公司今日在全球推出全新電腦操作系統 Windows 7。微軟自己除了會在新電腦安裝全新視窗之外，用戶亦都可以用120元買軟件自行更新系統。再由世界新聞。系哇！好嘢喎，叻仔喎，唔使扶都拍到喎，企咁耐喎，叻仔！哇！咁曳豬嘅咩？安裝之後，令好多軟件程式或者硬件裝置唔能夠正常運作。雖然微軟積極修改 Vista 嘅缺點，但已經不是自滿，因為 Vista 嘅缺點已經深入民心。有分析指，雖然微軟推出新系統，但預計對新電腦嘅銷售並冇太大嘅刺激作用。而大企業亦都因為經濟衰退而延遲購買新電腦。哎呀喂！你睇你。